爸爸教你。嗯，要在哪里领玩具？来到故宫，我觉得怎么样？很开心。啊、哦，好，那爸爸帮你写。但是我不想要看弟弟。啊、哦，好，那先写很开心，弟弟。你不会写字，你写了个城，来这里，这里写七十，会不会写七十？写七跟十就好，七写这里，十写这里，好不好？七写这里。什么都？不是不是，他的七是要写国字的七，来，爸爸教你拿着，拿着。七十，然后这个就写八十，来来不要动。80号来放着，去领。去领哪里？去领，你跟他讲说我完成。来，等一下，你要说你完成了，他可以去盖章。对，对，你把那个章盖起来。好，盖一下就好了，盖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它那个颜色应该蛮深的。好，比鬼哥还快完成。送你一个玉璧鞋。哇，好棒哦！带回家就纪念。好，要说谢谢啊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不错哦。来，去跟妈妈讲，去跟妈妈讲。还不是玩具。哎，李毅，你看，弟弟，弟弟的小礼物是什么？哇，贴纸啊！对，完了可以换一个贴纸。好，赶快，赶快，贴纸。什么？最喜欢的李承勋，有没有很开心？但是我不喜欢贴纸。那么厉害，你很认真哦。跟弟弟一样哎，对，我不想他这次是谁？送你一个编珠，哇，很有意义哦。那是以前所有那些皇帝祭祀的时候，对呀、啊，祭祀的时候会用的哎。对呀，你要了解文化哦，哈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啊，你要不要说谢谢？你不，哎，要看的人在讲。谢谢，很谢谢，拜拜。李承勋，李，那地上他掉那个屑，碎屑帮他捡起来。然后那边有垃圾桶，捡去放，捡去丢。有讲真答时间，超烦的。第一幅图的动物是什么动物？是什么动物？你刚听的那一幅图的那个动物是什么动物？很简单。它是什么动物？一种狗。一种狗。那个狗在干嘛？睡觉。啊，对，非常好，就这样。你怎么问的那么简单啊？问的比我想说。好，再换我了。第二关，第二关，妈妈关。白狐是谁画的？哎、欸，这对他们讲超难的吧？可是我们从刚才看电影都一直在讲那个人呢。五七六，可小孩子在画。是的，你要。好，第二题来，白狐是什么动物？白狐。那个是什么动物？白狐。老鹰。对。啊、哦，因为它是白色的老鹰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他很会打猎啊，所以又会叫他什么名字？白虎。除了白虎，还会叫什么名字？老鹰。老鹰。不是白什么？白鸡。我们在战场上很会打仗的人叫做白虎。不是，又白鹰。不是。白军。
你们有在听吗？他一开始都有一直在讲哎。好，再给你们一个次机会再去听。好，白，你好，啊、那我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哦，再找一个失踪小朋友。天哪！白将军，答对了，厉害厉害！我还以为我的问题很简单呢。问题比爸爸还要难。对啊，爸爸乱问。爸爸问超简单。那个狗狗在干嘛？睡觉。答对了。借我一个，我可以得到一个礼物。好好好好，得到礼物耶！ Yeah,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好，不要太兴奋，太兴奋。哎、欸，这样会坏掉。小先生，先生，太兴奋了，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你很高兴，但是要爱惜东西。干嘛干嘛？好，等一下等一下。恭喜你，来 ，give me f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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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用头。哦，用头 ，give me five 啊！厉害，很开心哎。和明星的闪烁出现这些异象之后，随即在我们的国家发现了这一头怪兽。它的头像龙啊，有鹿角，狮子般的双眼，虎背。熊腰，蹄，四马，蛇鳞片般的花纹，牛尾一样的尾巴，哇！它的嘴巴还能吐出熊熊的烈火，它的声音呐、啊，如雷声般响亮。起初啊，这怪兽不愿意臣服。他吃掉我们国家树上所有的叶子，害我们的人民啊都没有地方可以乘凉啊！哎，哦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说，啊、我是麒麟哦，其实我是一只祥瑞之兽。只有东方的那颗明星才可以降服我。东方那颗明星就是贵国的君王啊！是，只有跟着贵国的君王才可以停止灾厄。于是，我们带着祥兽，跟随着贵国的使船来到了这里。贵国的君王啊，这个龙恩浩荡，这个祥兽来到贵国之后呢，变得非常温驯乖巧。邦嘎国的灾害停止，红雨不下了，人民又有地方可以乘凉了。贵国君王蒙恩浩荡，恩泽普施，所以给各位朋友一个机会，一睹祥兽的风采。现在祥兽来到这里，为你们介绍麒麟。麒麟说说什么？他感觉到了一股真诚的力量。他也想把这个真诚的力量分享给各位朋友们。真诚的力量，哎，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大朋友小朋友啊，愿意跟我们这个麒麟交流一下，啊、感受真诚的力量？祥瑞之兽会不会吃掉你手上的？哎、你看我也很真诚，有机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把它放进去。啊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相信你非常的真诚，来，下一个本来就会掉的，真的吗？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你可以得到真诚的力量。两位小朋友，啊，来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接一下，好，哎，把草放红的，红的红的放红的，哎，把手举更高，更高，有机会有机会，来，让我们巫师哥哥帮你试一下，哎，有机会，哎，有没有？吃掉了，真诚的力量啊！麒麟啊，感赐福于你啊，赐福给愿这福德降临人间啊，降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身上啊！哎呀，今天呢，贵国的君王啊，收到此赠礼之后呢，龙心大悦，特别下令，允许各位朋友可以进入他的秘密花园寻宝。听闻啊，贵国的君王这个收藏的非常非常多奇珍异兽，有雄壮威武如酸泥，帝王将相之龙吟，还有许多其他的稀世珍宝啊！这个异兽们是祥瑞的象征，各位朋友应该要好好的抓紧机会近距离欣赏啊！切记
观赏的机会有限，错过别后悔。来吧，来吧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脚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秘密花园，寻找这些宝物吧。来吧。